我们俩当时是先有了孩子，然后才结婚后领的证。刚结婚的时候感情都挺好的，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因为他和我母亲之间存在很多误会和矛盾，然后让我夹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最近一年我们两个吵架，他多次提出离婚，然后我一气之下有一次吵架，我们两个就把离婚办了。离完婚之后，我感觉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挺草率的，因为他现在也很苦恼，虽然对我说了很多狠话，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边也是有我和孩子的。然后现在我还是希望他能考虑考虑我们还能不能再复合。草率的离婚不应该是我们的结局，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天25岁，来自吉林个体；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吉林无业。来，有请，有请两位。两位愿意在这个节目现场公开你们手提箱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什么时候离的婚？15年年初。孩子多大？20个月。男孩女孩？女孩。离婚之后跟谁啊？跟我。跟妈妈哈。嗯，离婚是你提的？对。你后悔了还是你后悔了？我后悔。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非常好，主要是感情好还离婚啊？对，主要是因为我老婆和我母亲她之间的一些事儿，我认为存在一些误会。问问女生哈，你觉得你们俩离异的原因是什么？我感觉我就是没办法跟我自己的丈夫沟通。你认为原因来自于你们自己？对。你认为原因来自婆媳关系是吗？对。你们跟妈妈住在一起吗？不住在一起。不住在一起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呢？就是离得近啊，总给她打电话让她去。公公不管这个事情吗？婆婆和公公是离异的，他们不在一起。我12岁时候父母离异。你是妈妈从12岁开始带的？不，我父母离异之后，我是跟我父亲一起生活。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出来打工嘛。嗯。然后就是在我母亲所在的城市。这样的话，我就从我20岁之后，跟我母亲离得比较近了。走动比较多了。妈妈有再婚吗？没有。妈妈对你怎么样？我感觉我母亲确实对我比较溺爱。你认为是因为你的前妻跟你的母亲之间不和？你无法调和，所以你们才离的婚，对吧？对。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陪我爱人逛街，嗯，因为我俩自己带孩子嘛，主要是我爱人他自己带孩子，就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我母亲她自己开了一个小店，开了一个生意，然后她也离不开人。然后我俩出去逛街，逛街把孩子就放到我妈那儿，晚上回到我妈那吃饭，逛了几个小时的街，我就感觉挺累的，躺那儿我就。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不想吃了，我妈在那儿一边那个往桌上端菜一边说那个你累了，我老婆就是当时挺不高兴的。回到我俩家的时候，就因为这些事儿，我老婆就跟我吵架，就挺不愿意的。她不愿意什么呢？她认为我母亲平时总不关心我，心疼儿子跟儿媳妇逛街了，所以才关心我。母亲关心儿子没有错，我妈妈也关心我，但是说平平常常她喊累的时候，她妈都说啊，你天天上班没啥事就坐着，你累挺啥累挺，没事出去跑两圈去，就陪我逛趟街，而且还听见我俩生气了。你就这样，我当时我也没跟我婆婆摆脸色什么的，我回到家就跟我自己老公抱怨几句，他说我净事儿，就说我怎么怎么样的，我俩就吵起来了。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让他说一句安慰的话就可以，就这件事儿之后我就特别委屈。他跟他沟通不了，之后我就带孩子上我姐家，我姐也是离我很近。完了之后去我姐家，她说看孩子，过来之后那个因为天特别凉，把手就放在孩子旁边了，我姐那屋挺冷的，我就把她手轻轻地挪开，没说的带情绪甩开的，就是把她手两只手，我用两只手给她挪一下，把孩子背给盖上了，转过身就把我给打了。就是因为她打了你受不了了。之前还有很多事儿。我知道，最后一根稻草是他动了手，对吧？你下的决心。那时候，就还没下决心。对。那下决心的事件是什么呢？这之后还是吵嘛，完了他又打了我一次。为什么打你？就是因为那天他妈妈那儿有个朋友叫我们两个去吃饭，他说咱们没人事儿，都年轻人喝点酒吧。我说我不喝了，
我对象就是说你喝吧喝吧，我没事，我说我今天不在状态，喝的话肯定得多，多了再就是像跟他开玩笑似的，我说耍酒疯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耍耍吧，我忍着。完了之后就喝点儿真就多了，因为想起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哭了，哭了他就问我，我说我没事儿，因为我不想跟他说，说了也没也沟通不了，还是吵，所以我就是哭完了发泄一阵儿就好了，他非得问，我说你别说了，你别问了，我真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完了他就生气了啊，你愿意说说你没事儿你能哭吗，完了之后指着我鼻子骂我，完了到后来我就说那我走，完了之后他起来就揍我，就开始揍我，我抱着孩子呢他往我身上踹。因为这件事儿所以离婚是吧？对。这好像跟妈妈没什么关系吧？没关系。那为什么打他？我首先我打人肯定不管打谁我肯定是不对，尤其打自己老婆肯定是不对。那天第一是喝多，第二是生气，两次打的都是喝酒之后，我俩脾气特别像，只要一涉及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只肯定就是吵。那如果这样就是脾气性格不合嘛，就可以离婚别复了。主要是我俩感情很好，只是因为这个感情好吗？好，感情好能下手打吗？好吧，我看感情怎么好的，既然自己说不出来我就问一下吧。你说你们感情好对吧，他在生产过程当中你对他好吗？我认为我对他好。啊？我认为我对他好。孩子出生之后你照顾过他吗？我照顾他这个事儿我俩之前已经说过了。回答事实，有还是没有？有。照顾得好吗？不好。你不是跟他关系好吗？他打催产针的时候宫缩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抚慰他了吗？没有。你不是跟他感情好吗？为什么不呢？我当时就是年纪太小了，我根本都不懂那些。当孩子出生之后一个产妇躺在房间里的时候，他觉得房间冷，你母亲却要开房门，在这个时候你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孩子出生之后你管得多吗？我基本上就是我爱人一个人管，然后他累的时候我来管。啊，那个时候心里有很大的火吧？没有。没火干嘛那么大脾气呢？就比如说他说你母亲今天说这句话是想让咱们两个离婚，不想咱们两个过好日子。那时候什么说什么，就是他跟我说一些事儿的时候吧，我就得跟他解释嘛。一开始我是解释，等到后来我就不解释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说过他母亲哪儿不好，我只是抱怨他，我说当你和你母亲那么做的时候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但是我俩四年了，在一起四年了，最后半年我不这样了。以前他跟我吵的时候我只会哭，后半年了他跟我吵我就跟他吵了。你对这个人的人是有什么判断？他总说是爱我的，我是最重要的，但是说一到事儿上就把我抛开了。你离婚之后你母亲是什么态度？他一开始生气，说实话他是一开始生气。后来他就是劝我不要离婚啊。他生气气在哪儿？他说对我们两个都挺认可的，也都挺好的，他认为他付出了，不但没得到回报，完反而现在就是怨恨啊。他生气到这儿就是好。对咱们两个认可，总在你面儿说这个把媳妇儿给打老实了，那个把媳妇儿给打老实了。他就是家里边说平时说话唠嗑一些，他别的事儿也说。他认可我怀孕的时候，他总在我面前说，哎呀，这个女孩对公婆好，那个女孩对公婆好。你父母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原因就是总打架。也是打架。对，感情也还好好。感情不好。你离异之后你父母怎么说呀？我父母就是说我离也好不离也好，就是只要我不伤心就行了。后悔吗？打他？后悔。你觉得是性格问题还是不懂？我认为我不懂。你愿意改吗？我愿意改。你觉得能改好吗？我觉得我能改好。我不相信。不相信啊。面对这样一个乱局，我们的老师们怎么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这一对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问一下女孩，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刚开始他跟我说来这儿，我就想重新给你一份爱。完了之后我俩这段时间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到。
你俩现在又在一起了？对，就是打算来这之前，已经又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感觉不出来。又过了多久？十几天，十几天。就你俩又相当于又重新住在一起过了十几天，然后你说你还感觉不到什么？感觉不到，他真的就是说知道自己的问题了，真的想和我复婚。我可能特别能理解这种类型，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很多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第一点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是吵架，他们害怕吵架，但是最重要他们又控制不了自己要去跟别人吵架。怕吵架是因为他们怕父母带给他们那种伤心再一次在他们的家庭当中重现，因为吵架会导致他的不幸。第二，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是害怕得不到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的关心，他们可能要的不仅是语言上的关心，他们还想要行为上的关心，所以他们会怕的会比你还要多。你从小是因为有父母的关爱，但是他没有。12岁的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最希望是父母跟他们在一起，就算郊游也好，就算在一起一起吃饭也好，只要父母不吵架，他们就安心。但是他没有过，所以他怕吵架，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我能理解他们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交流和沟通，因为没有爸爸妈妈教过他们，所有的父母告诉给他们与人交流与异性交流方式都是通过吵架的方式，所以他们只学会了用吵架的方式表达我的需要，但是他们在表达上面他们还说不清，所以可能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让你觉得特别痛苦。如果你真的能够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男生的话，可能在跟他沟通的时候要特别慢，慢慢的告诉给他我希望你怎么做。所以其实我反过来想对男孩说，你结婚的准备和复婚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因为你内心当中其实还有对家庭的抱怨和恨，以及你没有能力处理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因为它不仅要处理你跟你一个所爱的人你们两个之间矛盾关系，你还要处理跟你的父母和跟他的父母以及包括你们周围所有亲人的关系。当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你要再一次复婚或者想要复婚，最后有可能结果就是复了可能马上又会离。所以我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是，第一要放下心里边那个痛，第二才要学会如何跟你的爱人交流。先不要着急跟他复婚，你先慢慢学会做一个好爸爸。不会说话没关系，但是在做人的时候有一些行为是一定要学会在别人的立场去帮别人做的，所以学会换位思考可能是你下一步最需要做的事情。不在父母身边的最重要的成长期缺乏爱。20多岁了回到母亲身边，我也能理解曾经失去的母爱格外珍惜，所以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母亲让走就走，母亲看不惯媳妇儿就都是媳妇儿的错。但仅仅是可怜这事儿倒简单了，在你们俩的婚姻过程中可怜就变成了可恨，你本身成长过程中的可怜变成了对妻子或者让妻子的恨，你是在她怀孕之后在讨论结婚你要不要结婚的时候你就已经可恨了，开始爱接不接，我不接了，孩子你要我不管，这是你说的话吧。我不知道你当时对他的爱真实的有多少，一般的男人在老婆怀孕的时候那种欣喜那种慌张那种关怀是平时的10倍都不值，这是可恨之处。那要去流产你回心转意了，说啊、哦、我们好吧，本来有继续恩爱的机会，可是在她怀孕期间又是妈妈一个电话就叫走，妈妈一个电话就叫走，去了妈妈那儿就不回来。一般的男人或者我告诉你正常的男人怎样守在老婆身边嘘寒问暖，生怕她有点意外，更别说你太太有先期流产的征兆，7个多月的时候对吗，还是妈妈叫了就不回来了，这太可恨了。老婆大着肚子有可能要流产，去妈那儿不管了，逃避，那意思就是留就留吧，好像这个孩子跟你半分钱关系没有，2条人命跟你半分钱关系没有。要生是顺产还剖腹产的时候，医生建议要剖腹产也是为了他的好，为了母子平安，这个时候你居然还顺着妈妈的意思，不行得顺产，你懂个屁呀、啊、妈妈的旨意就大过2条人命啊，你的主见呢，你的爱在哪儿啊，
生完了孩子的产房开不开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孕妇以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为主的啊！你妈非要开门你就开门，最关键是我说了我不说妈妈有什么不对，她有她的问题，婆媳之间必然水火不容，有点矛盾都正常，你在干嘛？当时妈妈让开就开。所以从这几件事几个关键节点来看，在太太最特殊，在孩子要出生的最关键的时刻，你表现出来的都是可恨的举动，你还谈什么爱啊？女孩很简单啊，你跟你婆婆之间的矛盾我说了我不在这儿讨论，老人家不管他怎么样他是长辈对不对，最关键的您的这位老公，一没做好丈夫的责任，二没做好爸爸的责任，当儿子其实也没当好，儿子应该让妈妈省心，让妈妈和自己的儿媳妇和谐相处，你这三个角色没有一个扮演好。原因我知道，因为前面的可怜所以你有后面的可恨，所以我不忍再苛责你太多，但是我给的结论很简单，你期待他改变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也非常的赞成马老师这个观点，我觉得他不适合你。当然现在咱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劝和不劝分，那么如果和，我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男生，在今后如果说你们俩复婚了，妈妈肯定还是你们生活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当妈妈和你妻子在你们中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或者说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肯定是站在我爱人的身边。我觉得你太不成熟了，你妈妈在你身边，你说你现在态度是立马我现在站在我媳妇的这一方，然后妈妈你所说的所做的都不对，你是在激化矛盾。那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说你还是没有想好，你不知道该去怎么处理你们这样的关系。你要知道结婚以后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这个家庭，你怎么去圆滑的去处理好，去安抚好你母亲，安抚好你太太，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学问。我觉得你如果说这一关你要是自己没想明白没学会的话，你即便是复婚我告诉你你还会再离的。老师我插一句行吗？老师啊，我就这个事儿我就在我心里边憋挺长时间了。啊啊，什么就是我认为挺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我俩昨天吵了架，然后今天我给他脸色不好看了，然后正好这个时候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问我上班干什么的怎么样，就正常通个话，然后我老婆呢有可能就误会，就说那个你是因为你妈给你打电话，你想你妈了，或者你妈从前说啥坏话了，然后你才跟我昨天才跟我打了架。我就解释我说不是，我越解释我俩就越吵，然后就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来我抢答一下，不好意思，我跟我老婆吵架就不存在第二天脸色不好的这个问题，头天晚上睡觉前早就赔礼道歉了，把她哄高兴了。不是就是昨天的事，我也是昨天就当天的事。这老师现在在教你怎么做，当日毕哪有那么多气留到后天明天生的呀。方法多的，我这话我必须得说，老师，这你听我说，你说了我们听到了。行，我交给你，就一句话，你妈打电话你可以不接，当着她的面把电话挂掉，然后出去给你妈回过去，不就完了吗？你傻呀？你知道她在乎你还来这劲，还不停的问。这姑娘其实不错，就是爱上了一个那种混小子，有性格的混小子，还死心塌地的，不到实在忍受不了，人家也不走这一步。三个重要的问题，刀刀致命。他是个学徒工，你不是个高手，外面还有一个捣乱的师傅。通常失败的婚姻会经过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艺术层面，第二个层面技术层面，第三个层面魔术层面。第一个层面艺术层面，这个几乎不需要学，是每个人爱情的本能。哪一对恋爱当中的男女不是艺术家呢？说情话不用人教，还有那种所谓的浪漫也不需要教，所以这个阶段基本上都会度过去。接下来一旦遇上婚姻，生活当中的琐事摩擦就需要你们学会技术层面的成熟。好的夫妻男恩女爱，你来我往，夫唱妇随，好的就像那个婚姻车间里面熟练的装备工，大的故障不会有，小的故障立马排除，婚姻层面的技术如火纯青。
这才能够会有好的婚姻。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老师教会他，他没有学会，他没有学会本来没关系，如果找一个技术高超的师傅，他或许可以跟着他学。比如说你，如果你是一个情商很高，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技术经验的啊，或者是领悟能力很高的师傅，你带着他，有一些问题一样可以解决。但是你也不是，你很年轻，这不是你的错。但关键是你不睡也就算了，夫妻双方慢慢的摸索就可以，偏偏外面还有个捣乱的师傅。所以我所说的这三个问题刀刀致命，其实你们俩都很痛苦。但是你说如果要真的要去解决，真的很难解决。他学这个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学得会的，而你呢也不懂得去教，你们只越过了那个艺术层面，却从来没有想到后面的举步维艰。你没有想到其实在一个生活当中他会有这么幼稚，你有那么多东西没有学会。所以如果是我的建议来说，我也觉得不适合，真的不适合。即便母亲离开，这个男生你要教会他也要花太长的时间，我觉得不适合。当然你可以选择尝试一下，但是如果这一尝试的话，那时间成本和你的耐力的付出是你不可预知的，而且你现在还有孩子。那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好，谢谢，谢谢涂老师。从朋友的层面来说呢，其实还是挺希望你们能在一起的，因为你还能感觉到这小子虽然那个吧，他但是还有一些爱，不是人性上的恶和坏，我只是不会，那是要学的。所以冷静下来想一想，你仔细想一想，你为什么要复婚？就是要一个所谓的完整吗？如果仅仅是那样，我建议你算了吧，自己去考虑吧，千万不要学会恨，即使他不跟你复婚也不要恨。好了，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六十秒。现场牵手成功的嘉宾将会获得由 Bloom 暴龙眼镜提供的情侣太阳镜。来，小伙子，听老师们说这么多，我感觉原因在我，在于我不会处理家里边这些事儿。我感觉因为在我的思想里边，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但是我教过你，我也愿意、就是、愿意去为你为咱们那个家去改变去学习。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教过你，在你和你母亲，我和你母亲之间的那个关系我曾经教过你，但是我感觉还是不行，所以我想考虑考虑。啊，来，两位交换箱子吧。谢谢两位，请回。请关门。接下来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五、四、三、二、一，请开门。来，虽然人没出来，但是并不代表绝望。如果你有足够的爱，你愿意学习去改变，在我看来还是有机会的。我觉得你今天倒应该面对镜头跟你妈妈做一个告别，这个告别是心理上的告别。来，跟妈妈说两句。难吧？来啊，来啊，这都说不出来，这没什么呀，慢慢学习吧，其实特别容易。妈，我长大了，我也成家了，我也为人父了，我可以处理好我自己的事情，我会一辈子爱你，一辈子赡养你，你放心吧。不就这么点话吗？说不出来啊，说不出来不是想不出来，
而是说不出口。还是老师们说那句话，没长大，好好长大，长大再去追啊，回去吧。